好，大家觉得好听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左上角一起点点关注，然后黄色的爱心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。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古筝音乐直播间。好听好听，谢谢你们的关注，必须关注了。谁与我生死与共，是的，小年太想念。好，我们来一首太想念。是关于想念的歌曲，叫做我的快乐就是想你，大家一起在公屏上我们打一波想你好不好，家人们一起在公屏打一波想你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
上角一起点点关注。谢谢大家的点赞，我们的点赞已经26万了，谢谢家人们的点赞。感谢团长的掌上明珠，谢谢谢谢掌上明珠鱼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想你的时候干什么呢？真的是享受。好，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一起放松心情。
的时候问月亮，送给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。好听，觉得好听的朋友，我们可以一起这个左上角点点关注，然后呢黄色的爱心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。谢谢我们皇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，感谢渊晨，谢谢，感谢思念，谢谢星辰，感谢大家送来的小星星、小花花和所有的礼物支持，辛苦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送给大家一首《花桥流水》。
首《酒醉的蝴蝶》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小心心，感谢大家的掌声，感谢你们的点赞，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所有的朋友们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辛苦了，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们的小心心，感谢大家的掌声，我们一起继续冲击我们的点赞，好不好？酒醉的蝴蝶，是的。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礼物，辛苦啦，谢谢。好听吗？这首歌叫做《只要有你》，是这个电视剧这个《少年包青天》的一首主题曲，有空来听。魏娜娃，是的 ，yes， 你说的没错。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？什么音乐？这
首音乐啊，叫做只要有你。